看过《建国大业》这部电影的都不会陌生这样的一个细节。重庆谈判期间，记者会开始时，毛主席和蒋介石分别从两侧走下楼梯，并在楼梯的交汇处握手留影。此时孙红雷扮演的记者第一个提问，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我注意到蒋主席和毛先生今天都穿了中山装，请问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穿一样的着装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扮演蒋介石的张国立答道，中山装是国民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着装。中正身为国府主席，代表政府迎接毛先生莅临陪都，当然要着中山装以示庄重嘛。中山装以显庄重。谢谢毛先生，你也是同样的原因吗？而扮演毛主席的唐国强则回答得很巧妙，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国共两党都继承了中山先生的衣钵，同宗同源，存续相依。作为中山先生的传人，穿中山装最自然不过了。蒋介石和毛主席都声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传人，以穿中山装的形式表示国共两党都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衣钵。1919年，孙中山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英国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特点，显得精炼简便大方。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这种便装式样很快流传，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中山装，并成为中国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装。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龙生，广东台山人，原在河内保罗巴托街开设龙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旗店购物，相遇攀谈。黄龙生获悉面前顾客即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黄龙生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职。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同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作为中国新的民族服装，孙中山阐述了中山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其中一个在内侧，分别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学说，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内侧口袋表示监察权，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带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带盖，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中山装作为国家法定的服装，而具有服从统一的象征。民国时期的人们都以穿中山装为荣，中山装成为城镇中的一道风景。早在1928年3月，国民党内政部就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次月，为发扬精神旗舰，国民政府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不仅严格执行总理纪念周制度，而且下令统一以城，政治极硬化矣。东北各级机关人员一律着中山装。早在1931年，中山装就出现于课本中。
并被称作最美的礼服，以引导学生穿着中山装。
1928年7月，周作人在致友人信中说，两三年前反对欢迎孙中山，要求恢复溥仪帝号的总商会会长孙学士已发起祝先总理铜像，并命令商会会员一律均着中山服了。显然当时有政治投机者通过穿中山装来表达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与忠诚。1929年5月6日的《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有人提出让孔子也穿上中山装。浙江诸暨某校悬挂孔子遗像，衣服做中山装。记得孔子曾经说过：“马冕敌也，吾从众。”现在大家都穿中山装，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孔子自然有改穿中山装的必要了。让孔子穿中山装是当时人们对推广中山装的调侃。2010年8月的时候，有志愿者就来到云南省芒市江东乡李子坪村，寻访这个中国缅甸远征军老兵崔炳年。老人家里非常穷，志愿者第一次去看望老人家的时候呢，老人只穿了一件非常脏的这个单衣，他就对志愿者说，他说我要死了，连件好的衣服都没有，要是你下次还来的话呢，就给我买一套新的中山装和铺盖，我留着死的时候穿。老人说完之后泪水就在眼里打转，这个抗日老兵最大的要求就是能够得到一件中山装，身着体面的中山装，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想见他们对中山装的感情有多深厚。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他穿什么礼服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不假思索地答道：穿中山服。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党内其他领导同志都在开国大典上身着庄重的中山装，形成了天安门城楼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线。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失落的文明应该找到重新传承的文化血脉。近些年，李连杰、刘德华、成龙、房祖名、甄子丹，越来越多的大腕明星愿意身着中山装出席在镁光灯前，变庄重的中山装为活泼创意的时装。现在在这高校毕业季的时候啊，不少男生都换上黑色的中山装，戴上墨镜，女生们呢都喜欢穿这个民国时候老校服去拍照，可以说是民国味十足。然而仅有时尚的展示可能还不够，中山装是体现群体意识的符号，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而且呢，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的是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饰来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服装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象征功能，引导人们对服装背后的象征意义的记忆，进而认同服装所代表的某种意识形态。当中华民族解开历史迷雾与自卑情结，以更大的视角来看待曾在中国人身上深深打下烙印的中山装时，就会发现它所昭示着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政治思想，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的理念，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照亮国家民族漫漫前行之路。